好，大家好，欢迎收看《因你而在》，让我们欢迎特别来宾美秀集团。耶！大家好，我是狗博，我是修齐，我是鼓手庄齐，我是冠佑，我是庭文。好，我想问一下，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会把自己定调成什么样的乐团？自制乐器实验乐团，对，我们最重要核心就是自制乐器，不是想怎样，对，不是想怎样就怎样的乐团。我们有一天也可能没有自制乐器，我不知道 ，whatever。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团名由来是什么？美秀这两个字是什么？美秀是狗博妈妈叫秀美，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要翻转一下，想要有一个像是大家都认识的一个很亲切的名字，是吧？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出道以来有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第一场表演蛮印象深刻，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突发练钢，那时候完全没有在任何 live house 表演过，我们什么器材什么全部不了解，我们就把练团式的东西全部搬到台上，然后就演。而且我们挑了一个太大的场地，所以其实在后面的人根本什么都听不到。那天就是蛮惨，但那一场就算是奠定了我们的一个基础吧。家人有没有因为你们反对？其实通常都不会到反对，我觉得家人都是默默在反对，对，默默在反对。就是他们都不会直接讲，那他们当然会觉得我们做这个可能不稳定啊，或什么什么。所以即使到现在还是会担心。因为这对老一辈人来说就不是一个正经工作，因为家人当然也知道，对，我没有在跟他们拿钱，我就是勉强活下去的状态。我家是还好啦，但是其他人家里可能就还是会觉得怪怪怪。然后我想问一下，因为你们尊爵版的专辑有入围全美的独立音乐奖，要不要介绍一下这样的专辑？那时候最早就是狗博有个想法，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小型的自制乐器，可以在台下跟我们互动。然后一开始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想法太贵，但是后来我就花点时间去了解补助案啊，然后群众募资啊等等，然后我们就尽可能去实现它。我们出了一个周边，可能台湾还没有人做过的自制乐器，我们就请了解这个奖的人帮我们去报，结果就报到一个是最佳周边商品。对，其实我们当初不是把它定位成周边商品，但好，反正就被他们当成周边商品，我觉得好，那也 OK， 就是很谢谢他们的鼓励。所以你们最初当初定位就是一张，它就是专辑的一部分啊。然后没想到会被编到周边。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以前是读什么科系？为什么会创作这个专辑版？电路是自己想出来的吗？就是一个兴趣，一开始就是我会想要看一些东西，就是电路声音的东西。其实是到做专辑之后才开始研究。开始做炫炮，开始在喊，之后做完炫炮，然后期末报告找大家一起，然后才有想专辑的事情。那未来第二张专辑？听说有更多样化的看化，应该吧？对啊，应该要吧。看兴趣，所以还没有定案这样。对，还在筹备当中。对对对。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创作的过程是怎么样？就我们两个兴趣啊，一些生活中琐碎的事情，大家不同的人 care 的东西啊，怪佑有他 care 的，然后我有我生活记录日常，或是自己喜欢的东西。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影响你们很深的音乐？周杰伦，五百，也是吗？周杰伦，嗯，有实体吧？信念方面，我都听歌。那未来有没有想做？就是梦想清单有没有一个 list？ 可是我觉得音乐只是一部分，合作其实还是要有一个重点，是有一些缘分，有一些刚好有共同的想法，刚好有机会，所以。我不会觉得说我们一定要跟谁合作说，当然我们是很崇拜他们，可是这一切都不是我们说的算。那如果现在有没有想对你们之前刚出道的时候说一句话？我觉得还是会鼓励啦，我觉得我还是会想要鼓励刚出道的自己。不过他那个时候我们好像也不太需要鼓励啊，我们好像就是一直在做。其实我们从头到尾都不是设定了多远大的目标，而是我们一直都在做下一步。就是我们这一步做完，那我们下一个来做什么？我们其实从来都没有说过什么我们要干嘛干嘛干嘛，就是这件事情做完，我们来做下一件事，主要就是一个好玩的趋势。那你们目前下一个目标大概是什么？年底想要办一个更好的专场，就是去年我们有办一个，我们第一次做一个大规模专场，但是我们觉得还可以再更好，一定还可以再更好，所以我们就是想要先把这个更好的感觉做出来。也等出专辑之后，不一定，因为第二张专辑我们想要做得更好，就是所有东西都是要累积时间，对啊，所以可能是在专辑之前就先对，但是应该会出一些新歌啦，新歌是一定要有的，对啊，那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下。那最后有没有想对你们乐迷或者是正在努力这个行业道路上面鼓励一些话？
我觉得对乐迷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想太多啊，在很多事情上，因为我觉得乐迷有时候会太过度的解读美秀这个单位，但是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很开心的在做自己，就是大家不用觉得好像我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狗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大家可以更自在的来听我们的音乐，就是不用有那么多有的没的，就是啊，就是美秀的歌啊，啊不错啊，旋律我蛮喜欢的，就是就这样就好，很开心的跟我们互相分享我们的人生啊。那我们最后就谢谢美秀集团了，谢谢。